要再去拍9.9只有10包的芋泥小泡芙了啊，咱家这个直接发到20包啊，而且不是9.9啊，是直接6.9，到处是整整20包的。糯叽叽的，特别好吃。它这个口感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紫葡萄里面那个味道，特别好吃。特别好吃，好像就是那个紫葡萄的料。现在是6.9的价格啊，整整发20包的啊。